第三次来这里了。我不看到一个阿弥陀佛，接了接了银河堵。这才是银河路要怎么说 ？CB Road 啊，银河不是 CB。有一部电影，那个沙羊石东演的有没有？战地恐怖片。丢了丢了，这个才像嘛！那时候我们不是沿着这边。过了树缝的家，他说 no problem， 铁门他会打开，你直接冲冲冲，忙活的死，等。哎，刚刚我没有给你一块一颗猴糖。猴片，啊！你不能吞下去啊！它是草本呢、啊，是溶解在你的口中。我猜呀、啊，大家都是看到银河月影古道就右转进去，应该是。在那个大的交叉路口看那观音菩萨，哎，这树凤的家，对，那里面啊，所以他家是这里，和奇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嗯。